个西瓜来，你好啊，歹你一定要吃落去。送一个西瓜来都会当选，哦，我起码几多歹起来。啊，那也看咱无啊，不只讲看国民党无啦，是看咱台南人无啦，对不？送你吃下，你好啊，歹你就来吞落去，嘿吼，唔对，还袂使安尼欺负人啦。所以我看讲啊，咱国民党也是真没有出息吼，那大概咱敢若无一个。予人感觉讲真会爱、真欢喜要转互伊的人，你看五个立委即马拢是青对无？拢是民进党的，啊为虾米人安尼？所以讲我即个来，我苦苦苦苦等、苦苦等、等啥？你等啥？等讲会等讲民党会提前提名提前较好个嘛？啊你等无人咧？我讲无啦，安尼吼，我来啦！哦，我这变过来十七岁的人来啦，哦，看袂过啦。啊，就来啊啦，对不？对啊。啊姐啊，你知影讲为虾米我好听，你好大胆？真简单，我一个人，我无阿无囝，无牵拖的人，无甲管的人，我要安怎就要安怎。我雄心壮志来就来啊，啥人惊啥人，对不？啊，就来啊嘛，对不？对。哦，啊，虾米讲我来混导游，笑死人！混虾米导游？我规世人唔敢混导游。哦，做八届立委呢，做到副议长呢，常常人咧讲嘛，对不？做个中国国民党嘅党主席嘛，参选过派系，参选过总统啦，是咧挂挂落个人娃娃去啦，对不？咧足闹开咧吼，足闹开，啊，不过不要紧啦，娃娃去就娃娃去啊，啊，啥物要紧？人生在世吼，啥物代志拢会发生过啦，但是咱理想肯定是挂内底，有理想就好，啊，别拢不要紧，所以即个安尼来。来吼，就是讲，希望讲用我一届的资历、一届的经验，会使来到咱台南，替咱台南人服务。啊，恁台南爱无啊？爱，爱无？爱。恁会来无？对。会使转来去吼，对不？哦，啊，即嘛袂使讲，哎呦，你安尼杀一个人出来，阮都转来袂落啊吼。啊，即个调剂啊，你看吼，调剂啊，一届资历，咱头先应该在迄我的总干事吼，师傅已经讲过啊，哎，哦。啊，我们余欢，你要去赶场了吗？好好啊，拍摄咱婆仔感谢一个余欢哦，感谢伊替我咧做讲，感谢哦，啊你讲，把酒去替我讲安尼哦，谢谢哈，感谢感谢好，谢谢。啊，所以讲因一定来讲过啊，讲讲调剂啊哈，安怎安怎来遮吼，会做啥做啥吼，所以讲，头先我讲到迄无余欢在遮，我讲吼。而讲是拍摄啦，伊替我做讲，为虾米讲呢？哪是我当选，大家卖烦恼，虾米调剂啊来是问导游哦，一定啊都登去台湾咆哮，讲咆哮鬼。我哪是当选吼，这几个包括头出来迄五议员，啊几个上少五个议员呐，议员哦，拢甲我到底连线，连线，就是咱讲一条线，服务到底，对不？对。连个代志，议员会使解决，伊就解决。啊！你有啥物问题？你送到恁选出来迄议员遐吼，啊，拜托咱遮代志无法度解决，无法度解决。伊讲啊，迄我无法度，哎，请调子啊，来中央安尼替咱来争取有属于的钱，还是讲安怎？送我来遮，送我遮来啊，我著解决，是一条线服务到底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加油！啊，你怎么烦恼找无人啊嘛？对不？对。哎调剂啊，阮找无人，那袂无可能找无人啦。但是找伊完，哎、欸，有阵伊解决就解决，袂法都解决，找调剂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带代表甲带代人有差无？无差呢，啊，我一个人对无？一个人，我要去领导带啦。哈哈哈！就是啦，啊，我就是讲真简单嘛，讲调剂啊来带代人足简单，尤其讲咱代人遐尼好个所在。对不吼？哎，文化古都嘞，一户里咯三万港诶，欢迎，谢谢哦！你看，马上来欢迎哈、哦，欢迎一户里咯三万港，台南一届拢是第一名，啊，即马嘞，啊，即马嘞，六都上尾啊名，对不？对啊，上尾啊名，倒数第一名啦，啊，别人话咱都无啦，什么健保费啦，六十五岁以上啊免交啦，别人拢免交嘞，啊，咱嘞。爱高不？啊，那咱我英雄来表彰，我看卖嘞，我嘛袂少你哦，袂少你哦，哦，谢谢，哦，好好手放下。啊，你有你交钱无？哇，起码是足歹了。为什么咱别人拢买，啊，咱都爱，咱是较细汉着，对无？安尼，啊，都比不要紧嘛，因为讲说
一个新过来总算，你才七十二嘞，都不要紧啦。哦，啊，收钱收到真紧哦，给计税、房屋税，安怎？你去对不？哦，伊家讲甲都较厉害了，讲要追溯十五年，所以伊家讲要追溯十五年以前拢爱，无道理啦，无道理啦。啊，收遐尔侪钱，啊，你爱办啥？福利也无，啊，淹淹水污啦，淹得对不？淹得工业区，哦，淹水，哦，俗搞。人讲，台湾之淹卡嘛，伊是台湾最淹多灾。哦，因讲咧，啊，咱台南啊嘛是不断足快咧，不要紧咧款咧，引水啊，不要紧啊，扫扫就好啊啦，啊，政府会使补助，无补助都歹啊啦。是讲看咱台南嘛靠市哟，别计较哟，嘛袂使安尼啦。啊，中央吼，给咱台南的治水的经费吼，真多啊咧，到108年为止有300多亿咧。啊，这钱吼，当然呢，我一定阿袂无够啦吼，我要继续。啊，但是哦，你治水的方法真重要嘛，对不？啊，今日刚好有一个教授嘛来到这吼，伊是惊讲我咧讲袂出来，但讲我治水要安怎治水啦？我甲大家报告，有诶代志爱请专家来，要请专家啦，请专家方法要用对啦，哦，方法要对，啊才对啦，吼，啊袂使讲凊彩有袂来，你只是开唔着所在，还是讲用唔着方法，啊你。爱想看卖咧，所以安尼310亿咧吼，拢得在咱台南啊治水，敢那无啥物，感觉无啥物好啦吼，啊袂互咱满意啦，啊足多咧啦，啊搁一里一小塘啊，讲过嘛，有人讲过嘛，一里一小那是工业区，上起码是卖365行啊，行行各行啊，上面说通通安怎，拢用一个标准，用一个标准，你里从一里一小，安尼哪会使啦？头家嘛无赚无钱赚，然后讲要加班嘛无法度加班。你讲你顾我的身体，我真感谢。但是我厝内我某囝要饲呢，我身体真好，要加班就加班无。所以一日一修的这法案一定爱改，一定爱修正，一定要改。这吼是咱共同的进展，不是讲我你讲。我们所有男的这个六个提名的参选人吼，立法委员参选人，都共同的政见，都爱改。所以大家放心啦，咱若是去立法院吼，这条是一定要改的，是包括咱的迄韩国瑜吼，韩国瑜嘛是安尼讲啊，所以他一定要修正，吼很多要修正，所以大家放心，大家放心。咱这么台南遐尼好的所在，遐尼好的条件，观光嘛是同款，观光事业嘛是同款，咱这足侪所在好耍好佚佗吼，啊但是呢，都无开发，为虾米？没有好的建设，基础建设不够。交通不方便，无便利，咱们安怎来啦？咱们去遐佚佗，啊，交通吼无方便，就无爱来啊嘛。哎，这真正常的代志。所以讲吼，咱即马干嘛讲？所有代志要有配套，要有配套才有法度。观光事业是文化产业，你看才遐尼好的所在。我来到台南吼，哦，我很惊讶嘞，安怎惊讶？讲宫啊庙啊，那遐多啦，宫啊，台南的宫啊庙上多。所以咱即马讲袂歹，即马要开讲吼，得庙头前开讲，庙口开讲，庙口开讲吼，有啥物意义的来对大家知影无？神明在上，不敢乱讲。神明在上，神明站在面头前，对无？对。咱直接讲话会使凊彩而袂讲无？袂使。凊彩而袂讲，吼，你就会糟糕嘞。有的人吼在神明面头前讲三分钟，会骗人的。大家都知道人，对不？袂使安尼啦。你人吼，互你欺负，神明袂使互你欺负啦，袂使甲你讲白贼话啊，这是一项代志。所以咱在遮开讲，对着神明讲，咱若是动算，讲的话，都爱实现，都爱做好到，袂使在遐骗神明。另外，我来甲大家报告吼，咱规世人吼，规世人终有一天要转去，对不？哦，啊，有该要转去，啊，转去时阵是要安怎？你要交什么？你知无？你要交什么出来？知无？交你在世时阵的成绩单呐。咱去好好读书，有成绩单是无？对。啊，同款哦。有一天，咱若是要转去时阵哦，妈爱有一个成绩单好看哦，好看。讲你在世，你做啥代志？你有做啥物功德无？还是做啥歹代志？
拢爱一条一条一条甲你算上。那是你做甲袂歹，哦，你就上天堂，对不？你做甲歹，哦，下地狱，我惊死人，我地狱真真惊人诶哦，要甲你算数哦，要甲你算数，就甲囡仔读册爱成绩单同款，同款哦。每一届选举，那是咱选唔对人，就叫祸国殃民啦。选唔对人就害死人，对不？因为咱卖讲咱无，你插政治，哎呀，迄政治跟我无关系啦，有啥物要紧啦？啊，像选下人拢同款的啦，啥物哪个车，恁拢是同款的啦。哦，咱无法度，啥物无法度，有法度。普通时阵，恁若是讲对政府无满意吼，你安怎讲？告鬼火车啦，无效啦。你看，连那公投有无？公投，公投是民进党上重视的哦。啊，但是去年九合一选举时阵。公投案，拢咱拢予伊过，对无？提案哦，讲安尼袂使，袂使，袂使，政府做诶代志袂使，袂使，袂使，包括同婚，包括同婚，拢讲袂使。啊，但是政府有搁听无？没有，没有啊！你同过是领导诶代志啦，你老百姓安怎讲是领导诶代志？即摆政府是我诶，我要安怎做就要安怎做，我制造假消息。我凊彩甲你骗，骗老百姓，讲百姓不知影，伊照做，伊都做伊的。所以咱若是选唔对人吼，唔卖讲插无插政治哦，政治拢管咱大家哦，政治管大家。选唔对总统，选唔对立委，伊民意代表为家己想啦，为家己想啦。你若是讲要服务案件吼，钱来呀，钱来呀，钱来我就放另外口袋内底吼，我拢插插伊啊。你钱若是无来，我根本就袂插你。你钱来，我毋看我会使，我有心情做法，甲你做好啊。啊，若是无我，就讲无法度，计较收。即款的民意代表真害哦。啊，无安怎挂电话袂？别人做的代志，你就讲是你做的。哦，安尼我替你做，实在毋是伊做的。比如讲是议员做的，谁做的？而我做的，迄拢袂使的。啊，来做总统更加害，选总统选唔对人，咱更加凄惨。咱搁较凄惨，你看你嘛即款两块的代志好啦，外交也好，外交伊从伊分几几呢？什么国主管呐、啊，国咱台湾的主管呐、啊？结果你吼、哦、三年三冬哦断交，七国对不？吼、哦，足厉害嘞！咱毋捌拄着即款代志呢。你讲你国主管，你国去倒？啊，两块，两块咱。歹势，咱两岸爱和平啦，要和平啦，即嘛袂使战争啦。咱即代人算讲真好命咧，台湾七十年啊，七十几年拢无战争，对无？无安尼烧战，你看迄外国，迄烧战战争是足恐怖的代志咧，惊死人诶。咱即嘛好好的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一定要和平。咱即代人算讲有真好命啦，顶代人都无遐好命咧，对无？迄阵呢，不管是抗日战争也好，你二次大战也好，安尼足凄惨的。啊，咱国共内战大陆，甲共阿强啊吼，甲国民党小战，啊，多少迄家庭吼，安尼破碎，对无？有个人来未来来来到台南，我看诶，啊，你有出来啊？无人伫大陆，拢赶快。所以讲足凄惨的代志，咱不爱战争，我们不要再有战争，我们不要战争，我们要和平。既然爱和平。都卖臭名人家讲，两华哦，卖臭名人家讲啦，你无代无志去抓别人要创啥货，对不？你较勇勇，你较大胆勇，你比人较强勇，无呢？人遐大，你遐尼细粒，跟我同款，谁爱你遐细粒？你讲我人小怕，讲你站开来，哦，放钱，哦，你过来，我跟你打架。你讲你稳到跳，怕袂过别人诶，你就好好讲。好好谈，